大家好，我是刘涛，现在为您播报的是今天晚上的重点摘要。何欢从赵媛媛口中得知，方便周里的钱竟然是一笔贿赂款，而此时讨债者联盟又出现在了何欢的家中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敬请期待今天晚上播出的电视剧《做自己的光》。